请各位找到《论语讲要》四十九页，449页。那这一页还是讲前面呢，记录问世鬼神那一章。那个上一次啊，把这个经文的大意也讲完了，后面呢还有《论语纪实》的那个陈叔德，他有暗语，他这个纪实里面呢引用了康有为的《论语注》，康有为的这个《论语注》这一段呢，就把这一章后边那个子路问孔子啊，敢问死这个古时候啊，一般注解都没有注得清楚。康有为呢这一段呢注得非常好，所以陈叔德在他这个《论语纪实》里面呢，就特别的把他这一段呢全部引用出来了。引用出来之后啊，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暗语啊，所以这个暗语呢我没有讲，今天再补充的说一说。再讲是暗语之前呢，先把这一章大意我们再回忆一下。那么这个前面那一段记录问世鬼神，孔子答复他：你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这个问答的这几句话，各位特别注意了，这个诗字非常重要啊。是鬼神，就是有鬼神在世啊。如果是注一般讲的是鬼没有鬼神，那边是什么？那么孔子的答复呢，就是说你要问呢是鬼神呢，就要知道怎么样的侍候人。这里就讲的这个儿女对父母，父母死了是鬼了，鬼神呢。那么父母在世的时候，你侍奉父母的话，怎么样的啊孝顺父母，怎么样的这个听父母的这个教导，这个那个很要细细好好的学。那么这个如果在这方面还没学得好的话，父母死了你就伺候，怎么伺候法子呢？这个所谓是的话，是亡如是存呐，是父母已经过世了，是亡者了，就如同他在世那样的侍候他，
视死如是生啊，父母死了，怎么样伺候他了？就是拿他在世那样的来伺候他，这个才是，这个父母那时候他才有感应呢，是鬼神鬼神，才有感应啊。那这个前面这一段，敢问死这一段，只都只问的是死，啊，就是问死一般的注解呀，这个特别这后面这一段，徐禄老人家呢，这个自古以来那些注解的人呢，都不说是啊。怎么个死法子？是不是要杀身成人呐？是不是人在世间呢，就是就饿死了也不要接受劫来食啊？这是讲的理上面的，没有讲的这个，把这个文章的章法都没有看明白。从孔子答复这一句话，你未知生也知死啊，生是从哪来的？要知道人这一生在世间，这一生以前呢，应该要知道了，知道以前呢，才能知道死后什么状况啊。这孔子答复这两句话，就是说到这个生死轮回呀，那么这个子路里问孔子的答，只有康有为呀，《论语注》里面把这个注清楚了，这一切呢。谁都没有注得清楚的。那么前面是视鬼神，是要尽孝道，父母在世固然要孝，父母不在世的时候，这个孝就完了吗？没有啊。那个古人讲大孝终身慕父母啊，真正的大孝，父母在世固然要孝顺父母，父母死了以后啊，自己有生之年都在思念父母啊，终身慕父母，就思慕想到父母在世的时候对于我们儿女那样的恩德，你就凡是一个一个孝子，他的这一生是这个想报答父母，真敢报答不尽的，所以终身慕父母啊，这就是知恩报恩呐，所以这个视鬼神要义是这样的。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轮回的。前面那一段呢，古人注解大概还虽然没有把这个本意完全注出来呀，还差。还勉勉强强还可以啊，不算离题太远。后面这一段那就是住的就是可以说是完全是没有把这个经义住出来了。所以后面陈叔德的暗语就讲了，鬼神呢生死之理，
鬼神生死，那么这个鬼神是前面那一段，生死是后面那个感问死。那么这个整个说起来，圣如孔子，宁有不知啊？像孔子那样的圣人。 宁到安子讲，到何子讲，他何尝不知道呢？反过来，此正所以告子路也。告诉子路前面一段，未知生啊，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 就告诉子路，你问是鬼神呐，那你就要知道，父母在世，父母不在世，鬼神的道理呀，你怎么样的报答父母？父母还有父母啊，所以儒家讲这个传统文化。 那就是从父母追究到祖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一直追到最初。读历史，我们读历史，你就知道，追到最后就是什么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那。 那两位都代表，一是皇帝轩辕氏，一是炎帝神农氏，那这两个都代表。那我们这个，这么多的，我们这个生在中国这一块这个天地之间，这些人。 都是炎黄子孙，这就是这个要知道根本呐、啊。前面《论语》前面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啊。慎终，父母死的时候。 那这怎么样按照礼仪上面来，治丧，追远呢？丧葬事情完了以后，那还是要永远的要祭祀，永远的要这个按照这个时候定出时间来要祭祀。 除了父母以外，历代的祖先，都是要祭祀的。皇帝啊，都有太庙，太庙就是追溯到这个始祖啊。我们一般人的话，每一家都有祠堂啊。你比如说讲这个。 讲中华固有文化，文化就在这里呀。就凭这个祭祀，就把那时候中国就是天下了，天下就是一家。即使一家的话，彼此都要拿厚道待人，彼此都要讲厚道。 那么这个孔子这个道理知道，所以拿这个告诉子路，这个未能是人焉能是鬼，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前面引用康有为的这个这一段注解呀，引用出来以后啊，他就后面很简单的。 这孔夫子告诉子路的，就是
生死轮回的这个道理这个慎终追远，祭祀祖宗，就是追到根本人要知本这是你讲中华文化，重要就在此尤其是最后的讲那个后面一段讲那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康有为的那个讲的就很清楚了，他现在就说，举出了这个成住的，这种成子、诸子，他们的修持思想，成子就是成于二乘有大乘有二乘的，就是二乘，就成遗传。那诸子呢，就是跟成遗传学的，他是师徒，他们呢。比唐朝韩愈、宋朝欧阳修知道还多一点。韩愈、欧阳修他是辟佛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了。这个说实在的道理，他对于佛法是完全不了解。他所知道的佛法，就是在当时一般呢，只知道到这个求求佛给他让他这个好走有点好的运气。求神拜佛，想得一些福报，他们知道是这个道理至于是佛所讲的要明心见性，他们不知道他既然对佛也不知道，要辟佛维护儒家的文化，实际上儒家文化讲这个这个本心，跟佛所讲的本心没有两样。他对于佛法不懂，儒家的这个根本的学理他也不懂，这是这个韩愈跟这个欧阳修他们的。那么这个到了宋朝陈子跟朱子他们也读了一些佛经，因果轮回这个事实，这个道理他也知道一些，知道一些为什么他不讲呢？他还是要辟佛呢，这样真正研究起来他也是对佛法也没有彻底了解，对佛法没有彻底了解，要，固然不懂佛法了，他维护儒学的话。儒家的道他也没有彻底了解。你要研究古人，就是你了解这个大概了。所以这个陈叔德呢，他在《记事》里面就下面讲了，昔有过去了。就在宋朝的时候了，有举
轮回之说问遗传者，就在宋朝那个时候，有人，有是有人呢，有个人举就是拿这个轮回这个学说问遗传，问遗传就是二声，就是陈遗传啊，他名字叫陈遗。这个，那么遗传不达，陈子啊，他不答复。那么这个陈叔德就讲了，所以不答者，这是陈叔德的评论的话。陈遗传所以不答，为什么呢？以轮回为五也。如果他要是答复啊，轮回没有这回事情呢，那么他也不敢说是直接说是轮回没有，因为轮回这事啊，这是事实，讲事实，讲这个道理，事理都存在的。这个他不能这个不能说是没有，所以一位轮回为五也，那么生死循环之理呀，不可无也。如果大夫这个轮回生死没有的话，那他就无了，无就是说瞎话了，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也不敢了，他怕人家批评他了，就是无，就是无往啊，无往这个事，无往这个道理了，他也不敢了，所以不答。因为有也呢，那么既然这个生死循环之理不可无的话，那你就说有就是好了吗？你答复有轮回吗？那么如果答复有的话，与平日辟佛言论相违也。如果要答复了啊，有轮回，有轮回，那你平常你处处都是辟佛啊，这个佛要不得，佛法要不得，那你这个言论你就说不通了，有自相矛盾了。这是陈叔德评论呢，这个陈遗传呢，可以说这个短短的几句话，一针见血的把陈子这种的这个治学的态度把它揭穿了。中国自古以来，那个学术界这个治学的人呢，要老老实实的呀，一切要找这个根据啊，有凭有据的，然后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不能作假了。那么他这几句话就把陈遗传的这种人家拿这个事理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来问他，他就不敢答复了，既不敢答复有，也不敢答复没有。这个是陈叔德下后面就讲了，此宋儒作伪之常态呀，这是宋儒作假了常态，这个他不是偶然的了，他这个作假作伪的话，拿着学术来唬人，这是
用佛法来讲，就是障碍。这种障碍，不但是这个含有妄想、成执、诸子啊，他们固然是福了。讲到维系处啊，他们还谈不上呢。讲到维系处啊，就是我们人人每个人讲，不管你是研究儒学，不是研究儒学，我们都不懂得自己有太极，太极就是本性。那用佛法来讲，就是无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不觉悟自己有本性的话，无明就起来了，这就是福。所以这个是人清楚，这个福啊，孔子在前面讲那个生死轮回的道理。生死，所以有生死有轮回啊，就是有福。
如果把这个福啊，把它破除掉了，生死轮回这个假象呢，也就解决了，那就是成就圣人了。所以他这说，到了康氏乃发起福啊，发起就是把它启发出来呀，啊，发是指的。 啊，先把这符，把它揭穿了，然后再叫人家明了自己的本性。这个好不容易的。所以后面讲，此如大地中突闻呢狮子吼，就像在大地上。 突然，啊，闻到那个狮子一吼，狮子一吼啊，那些野兽啊，那些，都吓住了，不敢动了，就是比喻的话，在我们中国的话，万兽之王是老虎，啊。 老虎，你们注意看看，老虎这个额上呢，有一个黑的那个毛啊，形成这个网子啊，它是万兽之王啊。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万兽之王是老虎，在印度呢，它是万兽之王是狮子，所以把这个。 狮子啊，一吼，比喻这个，佛说法，那个把这个佛法这个道理一说出来，那些邪魔外道啊，就像那个小的野兽一样，就吓住了，不敢动了。所以他这里。 就借用啊，佛家的这个比喻，就像大地中突然，啊，忽然一闻到那个狮子吼啊，大地之中那些野兽，听到狮子这么一吼一叫，这一叫呢，他是讲呢，心为爽然呐。 心无外道，听到佛一说法，他那些邪知邪见就不敢说了。如果这个心无外道还有善根的话，那就跟着佛来学佛了。所以心为爽然呐、啊，在这里讲，这心为爽是指的，我们读《论语》。 读到啊，康有为的那孔子的讲那个六道轮回呀、啊，就像啊，这个那个把这个盖在本性上的这个符啊，这个障碍把它揭开来了，我们一听呢，心里非常爽然呐、啊。 爽然，非常清净，很清爽。这个障碍去掉，当然我们这个去了障碍，好不容易的。这个障碍就是无明，执着无明是见思惑，根本无明是那个身相无明，那谈何容易的？但是闻到这个道理。 悟了，能够领悟到这个道理了，那也不得了啊，心里这个就爽然了，爽然心里就轻松了，明白了，那么，玄孔氏之功臣也啊，玄是，这个字啊。 本来是当心字讲，啊，心
有信用的心智，在这好懂的讲，心智上面心是到真实意思，啊，真正确实的，我们好懂的话，确实是，啊，悬空式之功业，确实啊，它是空式之功臣，嗯，是空夫子的功臣。为什么叫空式呢？ 事实是形式性，形是协同，叫性。事啊，他这个祖先在哪个地方做官的，嗯，或者他的祖先从哪个地方来发展起来的。 这叫师，啊，心呢是专指他这个与协同的关系，这叫心。不过到后来呢，心与师啊混合起来了，所以在古时候啊，孔子不是心孔，而是师。 这一段讲过去了，嗯，我们才明白了，这个这一章啊，就是跟康有为这个，他这个所以能够注解这么清楚的话，嗯，他是根据孔夫子，比如他想。 讲这个，他引证里面都是，啊，这个原始反中，故知死生之说，今系唯物有混未变，故知鬼神之情状，啊，同乎昼夜之道而知。这个什么，这都是意经上面的，意经是孔夫子。 研究《易经》，写的《系辞传》呐，都是从《系辞传》里引出来的。这个《系辞传》，那么唐朝韩愈当然念过的，宋朝欧阳修也念过的，他不懂吗？哎，有时候可以说也是真是不懂。 他要把真懂了，他也不可能，不可能那样反对佛法了。讲儒家学问呢，他也讲的那么浅薄。为什么浅薄？你把现在在《古文观止》里边还有韩愈写的那个，嗯，原道，嗯，原道原回。 那几篇文章你们看一看，佛法他也不明了，儒家的这个学问呢，像《易经》里孔子在《易经》里面讲的，他也没有提呀、啊，他要真明白他就提了，他没有提呀、啊。那么程子诸子，当然看过的了，嗯，看过的时候呢。 陈叔德跟他评论，他就那样作假，嗯，人家问他生死轮回这个道理，他就不答复人家，为什么不答复呢？他有他那种说有也不对，说没有也不对，与他自己的那个那种言论，啊，有所违背的这种。 治学的态度啊，就不能让人家相信他嘛。那么现在从这里，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孔夫子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面了解孔夫子啊，嗯。
孔夫子写《系辞传》，他把伏羲氏画的这个卦，伏羲氏那个卦呢，都是符号啊，没有文字。到了这个文王周公，文王用文字来解释卦的，那就卦辞。周公呢，用 文字解释没有下面的爻辞，解释爻的，这才有文字解释。孔子在这个有《彖传》、有《象传》、有《系辞传》，特别的把这个《周易》的本体定出一个太极。他就是把 伏羲氏画的这个符号哲学，这个卦，以及文王周公这个文字，整体的研究，啊，这是孔夫子啊，不是圣人谁能办得到啊？所以讲中国学术思想史，必得要这个 研究孔夫子，学术的根源就是，一直追溯从孔夫子追溯到周文王周公到伏羲氏，啊，这是一贯的这个道，这个道就是，叫我们人人呢 把这个盖覆盖在我们本心上面那个障碍，把它撤除掉。这研究这个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就在此啊。到了后来，韩愈、欧阳修都是谈不上了。到了宋儒， 宋明理学，你们各位看看这个宋明修案，他那个修案就是讲的宋从宋朝到元朝明朝，这些这个研究儒家文化的，他研究什么这个气呀？ 啊，荀子研究这个气，朱子研究气，还有其他这个宋儒研究这个气啊，他们呢，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新名词，就是要人家学他的新名词，然后啊，再研究这个气，这个气怎么来的呀？ 孔夫子讲：“一有太极，世生两仪呀。”两仪就是阴阳二气呀。到了孟子讲，孟子也讲气：“无善阳无浩然之气呀。”他们后来这些人研究这个气，你研究气的时候，你就研究嘛。 你或者是讲孔夫子、孟子的这个浩然之气也可以吗？孔夫子讲这个阴阳二气也可以吗？特别的他们自己啊，每个人创造一个新名词来，越创造越复杂。你看看，你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啊，就是这么麻烦。 那么这个要了解，这个不是随便批评的那个宋儒的了。主要要我们研究啊，真正研究中国文化，你要知道这个来源，学术的根源在哪里。学术的根源从伏羲氏到孔夫子，都是叫人家把这个虚妄的这个假的这个东西啊，把它看穿了，
放弃那个假法，然后你才能得到自己的正道啊，得是不能说得了正道了，正道自己的本有这个性啊。讲到中华文化的可贵处就在此，也只有这样这个研究这么透彻啊，才能够讲到儒家这些经典可以跟佛经互相参证的来研究。儒家讲的根本的学术就跟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这个法是一样的，没有两样。我们修儒就跟修佛一样的，修佛佛法有普通法门，有特别法门。我们儒家这些经典就跟佛法的普通法门一样，佛法普通法门，释迦牟尼佛都太慈悲了，叫人家修特别法门，当生成就。我们现在研究儒家经典呢，也把它当作佛家普通法门一样，也要最后再念佛，这是当生成就的。那当生成就，你研究儒家这个经典干什么？我研究佛法就好啊，那不然。就有唐宋这些辟佛的人，他陷害后代的后来多少人呢？后来这些研究中国学术的人受他们影响呢，连带的话，一提到佛法，他就敬而远之了，就不敢了，就不敢学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那些，这就断送人家修佛啊。所以我们把儒家讲清楚的话，就是戒引那些人。再说儒家讲这个无论，讲这个道统，开始由浅而深的，由近而远，稳稳当当的，一点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啊，走上岔路上就不会的。你一开始学的话，就是非常稳妥。